實習派飯，照顧早午晚餐。呢一個組織唔係香港人方嘅一個組織，更加多人需要呢一樣嘢啊嘛，通宵都會過嚟派早餐俾佢哋食啊。至於係女神，係梁醫飽麥路人，有做義務啦，做護士啦，同埋會喺深水埗帶 tour 嘅。佢真係一個天使咁啊！幫到自己人啦，同埋可以拉近到距離咯。我哋都係香港人，星期六晚8點 ，Feel TV。